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的游戏，这款游戏叫做《电脑装机模拟器》。这是一款虚拟维修电脑、维护电脑，还有 DIY 电脑环境的游戏啊。这里的如何装机呢？就是游戏的教程。自由装机呢，就是可以忽略金钱的限制啊，组装一台自己 DIY 一台理想中的电脑啊。那这个生涯模式呢，就是扮演一名电脑维修的人员啊。大叔刚才自己试玩了一会儿啊，有点沉迷，所以给大家录制一期啊。好的，欢迎来到电脑装机模拟啊。这就是咱们的工作室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布局。这个走廊的门呢，就是切换天数用的啊。然后这里最多可以摆八台电脑啊，是你收发各种需要维修电脑的地方啊。咱们现在就已经收到了一台，这台电脑呢需要清除病毒。然后这里是咱们的自己的电脑啊，然后这是第一个工作台啊，这是第二个工作台，这是第三个工作台，这里还有一个主机的储存箱啊，如果门口摆不下来，你可以放到这里啊。但是第二个工作台和第三个工作台还有这个储存箱呢，需要升级之后啊才能有。咱们先收发邮件吧。这台电脑啊，就是门口那台啊，告诉你了，需要清除病毒，薪水是$100啊，这钱也太好赚了，我怎么找不到这种活啊。好，咱们搬进来吧啊。那这台电脑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就是说咱们只需要开机啊，清扫一下病毒就可以了。先把各种线接上啊，这是电源线啊，鼠标和键盘哦，这个是显示器啊，鼠标键盘也接上。然后呢，咱们要这是维修电脑的神器了啊，大叔也有一个这样的 U 盘啊，U 盘里边各种系统还有杀毒软件啊，分区用的。好，开机了啊，咱们安装一个杀毒的软件。啊，这里模拟的真像啊，装软件最后的时候往往很慢。好，重启一下。啊，扫一下病毒啊，370文件清除。好，关机。啊，这样第一台电脑就算修完了啊，那么线拔下来。啊，还有别忘了咱们的 U 盘。哎，大叔的那个 U 盘也是黑色的啊，用来维护电脑用的。好啊，这样修完了，修完了你把它摆在门口就算是完事儿啊。然后咱们去读取邮件，收钱啊，$100到手啊，谢谢，修好了我的电脑，现在开机快多了。原来老板是不是你叔叔啊？这咱们是等于继承了叔叔的店铺啊。这台电脑清除病毒，清除灰尘，接受啊。哦，明天才会送到。这台呢，显卡烧坏了，需要一张970哦，970啊，不错啊，接受吧。这个电脑空间不足啊，他要安装一个500G 的硬盘啊，安装个500G 硬盘，500G 硬盘和970换一张啊，咱们需要买。看看显卡，显卡买张970啊，买这个添加的购物车，还有一个硬盘500G 啊，500G 硬盘$50啊，有点小贵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可能它制作的时候呢，年代比咱们稍稍要早个一两年啊。因为$50，我觉得现在可以买一 T 的。哎，我放购物车里了是吧？看一下啊，交货时间，你如果让他马上到货的话啊，需要花$100的邮费，如果第二天到呢是$30，三到五个工作日是$10啊，我觉得第二天到吧。好，明天才会到啊，咱们信用卡现在透支了，因为身上钱不够啊，现在$260，透支额度是$1000啊。好，一天的工作结束啊，关机走人了。点一下门啊，就是结束了今天。咱们看一下日程啊，10号呢是支付信用卡账单的日子，然后25号呢是交房租，房租是$500啊。结束一天，第二天了啊，咱们订的东西也到了，一个硬盘，一个显卡，就是三个需要修的电脑啊。
这是加硬盘啊，加硬盘啊，先把这硬盘加上吧。还是换一个，我看它硬盘在哪装着呢？我是不是要拆这边的侧板？两个螺丝啊，把它拧下来。好，把这边也拧下来吧。我比较讨厌这种啊。这儿呢，这儿呢啊。先打开这个架，然后把它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拔下来啊，这样才能拿下来这个硬盘。然后把它买的那个啊，这儿呢。哦，它原来是120G 的。数据线、电源线 ，OK 了啊 ，OK 了，它这个关上啊，把它侧板装上。好、啊，咱们看这个屏幕的右上方啊，还要开机确认能不能进系统啊。照例是这些线啊，鼠标、键盘、电源、显示器。大叔是一个非常讨厌线的人啊，非常讨厌。大叔的主机里这个线走的是规规矩矩的啊，然后平时呢能用无线的地方就从来不用那个线啊。好，应该已经完事了啊，这台电脑留在门口就行了。现在拔下来。这个给我多少钱来着？忘了，肯定是赚钱啊！修好的放这边吧，因为以后呢会越来越多。这台是干嘛？哦，换个显卡，换成970啊。把这侧板拆下来，哇、哦，它这散热器怎么这么大呀？我的天，这散热器好大。哎，970。它这竟然不用独立供电啊，神奇啊！看一下啊，哦，它这张坏了，能卖$8，卖掉了。把这个显卡装上啊，好吧，游戏啊，咱们细节问题就不用那个纠结了。好，然后仍然需要确定一下啊，能不能进入系统。因为你给顾客修完电脑，你得确保好使好用啊，对吧？看一下电源，往上转，进系统，行了啊，线拔下来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电脑修得好，怎么到终老来着，是吧？我现在还欠着钱呢啊，欠了200多美金。这台是干嘛？清灰啊。清灰，哎呀，你这个破机箱啊，四个螺丝啊，这个侧板，讨厌这种。清灰需要用到这个啊，压缩空气啊，就是一顿吹，先吹这个显卡啊，看啊，好，效果非常明显啊 ，CPU 的这个散热器上，哦，主板上啊，哎，防尘板上。还差哪儿啊？还差哪儿没吹？好，吹干净了啊，吹干净了。然后它还需要杀毒啊，这样咱们把侧板再给它装上。四个螺丝，讨厌的要命啊！照例这四根线啊，大叔这里呢只有两根线。一个是这个显示器的线，一个是电源线，鼠标和键盘是无线的。好，进系统了，系统的，哎，对对，它要杀毒哈，我还要把我这个 U 盘给它装上。好，修电脑神器啊，安装安装安装，快点，然后重启。这不知道是什么鬼硬盘啊，这固态硬盘也不会这么快。好了啊，已经完事了。
留在门口就行了啊，这电脑就算修完。哦，又修好一台，修好俩了吧？哎，三个都修好了啊。那行了，去交差了啊。哦，开机啊。以后自己电脑不用管了，反正这里也没有电费。病毒扫描$100，换显卡这$525，这个$330，哇，好赚钱啊！哎，我升级了，可以安装6代酷睿处理器了，现在已经8代了，i9都有。大叔的处理器就是 i5-6500 啊，前年装的。这个电脑发热啊，要换个风冷，换个散热器。那散热器我不知道它的接口啊，这个不能。这个扫描病毒，这个呢，换内存，存个16G，它有4个槽。那商店看一下吧。首先是这个冷却啊，这个$35，这个$10。而且这个支持的，买一个啊，这个支持的插口多，还有一个要内存的是吧？它现在是一条2G， DDR3， DDR4 啊，这里没有三代啊，你只能买4代啊。那是个2G，咱们买4条4G 的啊。算一下啊，1条8G 的是$100，2条就是200。这个呢45。哦，这个44条就是160，咱们买这个啊，哈哈，省钱啊。看一下，次陈达吧，因为你当天到呢是$100，好贵啊。好，$200买了，行了啊，今天工作就结束了。哦，这台电脑已经拿走了啊，好快，已经发走了，结束今天。开始工作啊！啊，这三台电脑到了，我需要的东西都到了啊。看看这台是干嘛来着？清灰，换风扇，换散热器啊。这个小紫金箱，清灰啊，清一下。吹吹显卡，哎，还有哪儿没吹干净吗？吹干净了啊，还是换这个，先把线拿下来，好，然后硅脂要换啊，记得要换硅脂。哎，果然啊，他跟我一个型号啊，就给他安这个，然后记着把线接上，不然风扇不转啊，不供电怎么转？啊，这就换完了，开机看一下啊，亮不亮？风扇转不转？行了，进系统了啊，进系统了。修好一个。抱走。放到这边啊，放到这边。这个是什么的？哦，是内存那个。啊，这机箱好大。他女儿要升16G 内存啊，他明显是想吃鸡啊。哎，这个机箱舒服啊，没有螺丝。升级内存，我看看这内存啊，这什么显卡？70T 哦，呵呵，勉强吃鸡啊，就是四个槽。看看内存条啊，这儿呢，果然啊，一样的，只不过我这是4G，两条。三条，四条 ，OK 了啊。
侧板给它装上。照样需要进一下系统看看啊。升16内存 ,70T。显卡稍稍弱一点，但是 也可以勉强吃鸡。好，进系统了啊。讨厌的要命啊，哎呀，拔线。好，修好一台啊，升级一台，这是啊，这是升级的，这个是修理，这个呢扫描。哇，这是清除病毒啊，这个 so easy 啊，对吧，这个太简单了，我先接上开个机完事了。其实修电脑真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啊，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懂，对吧？开个机，我这个细节做的啊，点亮之后我的 U 盘还跟着亮，哎，这个桌面舒服啊。这个游戏一旦你怎么说呢，就玩进去啊，我感觉有点停不下来了。351个，好，清除完成。拔线啊， U 盘我记得拔下来啊，别给人抬走。又修好一台，交差啊。我这电脑不行，真的就不关了，不关了啊。收邮件270，换这个散热器的270美金，死亡病毒这200，升级内存这个320，有新的工作了啊。这个是换主板，Skylake，接受吧。电脑升级硬件，电脑就崩溃了。那它应该是这个电源啊，电源的锅，放个600瓦。这个没有硅胶了啊，这个活我常干。电源先来一个吧，要600瓦的啊。这个吧，加入购物车，还要换个主板。这三个都可以啊。都可以啊，151吗 ？Skylake 啊，所以说咱们来这个最便宜100美金。好，明天到，工作又结束了啊，一天的，我早晚会把这些都升级上的啊。我现在的钱数是1083美金，我这三天赚了1000多美金啊。那好吧，那今天这款电脑装机模拟器啊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玩这款游戏呢，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电脑硬件的常识啊。而且呢，这个游戏啊，真的一旦玩下去，我感觉我是有点小沉迷的啊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